所周知，很多明星都会有替身，因为和明星本尊长得非常相像，在拍戏时也会用到替身。比如郑爽的替身还要郑爽一起出演电视剧呢，有镜头有台词的那种哦。不得不说，遇到这样的明星也是替身的一大幸运吧。天王刘德华也有替身叫杜奕衡，他和华仔确实很像，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。华仔对他也很好，经常帮忙介绍资源。杜奕衡也参演了一些影视剧，再加上演技也很好，所以相比于其他替身来说，杜奕衡算是发展的不错的了。刘德华曾经和郁可欣有过一段地下恋情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华仔当年是不能够公开恋情的，那么多粉丝，那么多媒体的眼睛都盯着呢，稍有些动静就会引发腥风血雨。和现在的妻子朱丽倩的感情还是时隔很多年才公开的。郁可欣和华仔分手后，被爆出了和华仔的替身杜奕衡在美国注册结婚了，这件事当年也是闹得沸沸扬扬。有人说是因为放不下华仔，爱屋及乌，选择和他的替身结婚，其中缘由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了，咱们吃瓜群众还是默默祝福好了。